第66章，重回东江。我从个山洞行翻出嚟，行咗好长一段路，又揾到一条由石卡铺成嘅山路。落到山脚，先至知道呢度已经系远离咗黑虎坡，系喺东江市嘅另外一个方位。我又行咗半个钟，卒之揾到个车站。坐车回到古甲道的屋企，我敲了一阵门，咁先至见到咗古甲道。入到去之后，见到花园摆放住三副黑漆棺木，棺木上边缠绕住黑线同埋成百张八大诗人样诗符，四围仲有五个好高大嘅持剑防卫嘅纸人。古甲道对眼肿得好犀利，好似喊过好耐咁，仲有好重嘅黑眼圈。佢惊叫住话：少爷啊，我仲以为你出咗事，翻唔到嚟添。呢几日真系担心死我啦！我牛咗牛问佢：做咩啊？乜你呢排冇出门口咩？我喺黑虎坡嘅事，外边已经传到通晒天啦噃。古甲道就拧拧头话：我少咗一魂一魄，日头都唔可以出门口。呢一段时间喺东江聚集咗唔少嘅风水师，其中有啲人曾经同佢有过节，所以我连喺夜晚都要沤喺屋企入边，又惊啲仇家搵上门嚟噃。咁先至暴落个大阵，令到自己放心啲咋。我笑咗笑话：放心啦，只要我住喺呢一度，暂时都唔会有人敢杀上门嘅。古甲道一听，即时好开心、好兴奋咁话：哎呀，系咁啊好啦，睇嚟呢个北老狗嘅手下亦都唔系咁犀利啫，只要跟住少爷。贫道就一定高枕无忧啦，唉，卒之都有翻餐好觉瞓下啦。我叫佢坐翻低，又问佢：系啦，我记得你提过修建黑虎陵园嘅系一个叫做方大善人嘅人啊嘛？古甲道岌岌头，我继续问：咁照你睇，方大善人会唔会同方千川有啲咩关系啊？古甲道就好诧异咁样望实我，下意识咁去反问：吓，乜佢哋有关系噶？因为方呢个姓喺成个东江，甚至成个北湖省都系大姓。你求其喺条街度揾个人，好大程度佢都会系姓方噶噃。古甲道咁样一讲，我亦都觉得。只是靠姓氏就将两个人的关系扯在一起，确实是有些牵强。但是这个亦都是唯一的关联点了。我想一阵都再继续问他，那你说我知方大善人有什么经历啊？古甲道见我很有兴趣，稍微想了一阵就说：在大概100年前左右，方大善人是东江的首富之家，他的生意遍布得很广的，除了东江之外，在北湖省的其他城市都有店铺，门类都几广，什么粮食啊、布匹啊、药店啊、饭馆啊、酒楼啊，甚至连棺材铺、溪前厂都有他份，所以这里的人啊都叫佢做方半城噶。咁睇起上嚟，喺100年前，东江市民嘅生老病死都离唔开呢个方大善人。但系有句话叫做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系恒古不变嘅真理。方大善人掌控一城嘅命脉，佢未必就会有好下场。传言话。旧时一个大富商叫做沈万三，他有个聚宝盘，积累到不少的身家，还出钱帮助洪武大帝修建了半座金陵城。之大最后亦都是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。
咁呢个方大善人嗰啲后人后尾点啊？古甲道就话：哦，传言呢个方大善人呢，一共有13房儿太，之但系就冇个生得嘅，甚至连个女都冇。佢哋为咗求翻个仔，就做咗好多善事，之但系收尾都未能如愿。喺后嚟经过咗时代嘅变化，方大善人都淹没喺大潮流之中，所以佢有冇后人就真係冇人知啦。听佢咁讲，唔通修建刻苦陵园都只係方大善人众多善举之中嘅一个？至于变成咗困住亡灵嘅大空之地，咁都係因为萧天莹喺度暗度陈仓。我捽一捽云睛，再次陷入到沉思之中。古甲道就忽然话：其实喺前段时间呢，贫道为咗迎娶方晚晴呢单蠢事，都对方家做过唔少调查嘅。我发现啊，呢、这个方千村真係有啲景广，当时就唔觉，而家俾少爷咁一提，我先醒返起。方千村有个经常去嘅地方啊，是非常古怪的。本集经已播讲完毕。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，欢迎你收藏、点赞以及留言。第67章，墓碑一样的建筑。我连忙问古甲道话：是咩地方啊？古甲道就讲：方家等豪宅啊，真系好大噶。喺佢山后边，仲有间古色古香嘅建筑。方千川会成日一个人去嗰度，之但系嗰栋建筑嘅风格就认真古怪啦。我远远咁望过去啊，就好似成块冻喺度嘅墓碑一样啊！古色古香嘅建筑，成块墓碑咁，呢样确实系一个疑点。我决定再休息两日，就去呢个地方一探究竟。第二日晚，古甲道落咗次街，翻到嚟之后就眉飞色舞咁话：哎呀，少爷啊！而家北湖省第一风水师嘅名号已经落到你嘅头上啦！我真系估唔到你喺黄泉门户之前系咁耍家嘅，早知道我都跟埋去睇下啦。呢一啲都系小事啫，等搞清楚方家嘅事之后，我再谂办法帮你恢复嗰一魂一魄啦。古甲道就更加开心咁话：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哋两个呢仲可以夹粉开返个档口仔。有少爷呢副生招牌，上门睇风水、择吉、堪舆嗰啲人啊，实唔会少嘅。我打斜咁样望咗佢一眼话：嗱，你如果係想恢复魂魄嘅说话，呢啲嘢就唔好再諗啦。哦，係啦，国家同张家嘅人仲喺唔喺东江啊？哦，系啊，国家喺东江市亦都有自己嘅产业，而张佩锦呢就走咗去方家作客。少爷啊，你要唔要去见见你嗰两位师姐啊？我谂起嗰一只冇露出庐山真面目嘅污糟邋遢嘢，个心都有啲担忧。不过我而家贸贸然去登方家嘅门，倒系有啲似要去索要方家嘅财产。於是我领领头话：哦，唔使急，两位师姐佢哋咁耐冇见，就等佢哋相处多几日啦。又过咗一日，到咗傍晚时分，我同古甲道食过晚饭，就想去探探方家嗰座墓碑一样咁嘅建筑。之但系我都仲未出门啫，就竟已听到咗敲门声。在黄昏的微光当中，郭元玉担住一把黑遮，着咗一身黑衫，面上边补咗一层好厚的白色粉底。我啲惊讶，
万万都估唔到郭元玉会又一次咁样揾到我。郭元玉眨眨眼，用好浓烈嘅眼神望实我话：孟大哥啊，嗰日你走嘅时候对我讲过嘅嘢啊，咁奇怪嘅，好似都唔系你本人对我讲嘅咁噃。我个内心闪过一丝嘅疑惑，郭元玉唔系啲咁豪放嘅女子，点会用啲咁嘅眼神望住我呢？我笑住话：点会啊？嗰、那个唔系就是我本人咩？我使用降神咒呢一件事系绝对唔能够话俾任何人知嘅。一旦呢一件事泄露开去，咁嗰一班俾祖先镇压住嘅风水师，怕且又会嚟揾我嘅麻烦。郭元玉又带住几分娇嗲咁话：咁你之前专登喺度咳，对我隐瞒实力，又带住个斗笠，系唔系专登嚟呃我噶？点解你嗰份纯阳道力又忽高忽低喺度变嚟变去嘅啫？我个心噗噗咁样跳咗一下，乜今日郭元玉嘅态度咁奇怪嘅？郭小姐，麻衣宗门有成千上百种嘅秘术传承，任何人都唔能够小睇我嘅宗门。而且喺当时嘅环境底下，我对你是敌是友都仲未清楚呢。郭元玉就低住个头问：咁你系唔系真系要我嫁俾你嚟偿还国家争你哋孟家嘅嗰个人情啊？系啦，呢、这个人情到底系咩啊？其实呢一啲涉及到孟家同国家嘅恩怨纠结，我都唔系太清楚。我实在答佢唔到，唯有话我真系唔知啊。郭元玉就唔咗声，个样望起身就有啲怕丑，只系佢嗰一重厚重嘅白色粉底厚到成个网红面咁样，真系有啲吓人。佢跟住又问：咁你系咪肯定卓老相思毒系无药可解噶？我谂翻起老乞衣嘅说话，倒亦都唔敢将说话讲得太死。嗯，确实而家系无药可解。但是将来会不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就真的没人知道了。我这句说话讲完，我的瞳孔就猛然放大。我感觉得出这个郭元玉真的非常古怪。他根本不像是上门找我聊天，更加像是来刺探我的虚实。我暗暗地提神运气，发现他在下巴的位置有一笪很小的黑斑，是白色粉底遮盖不到的地方。点知就在这个时候，郭元玉将把黑遮一抌抌开，担高头向住西边的天空望过去，就大声地问：哎呀，我真是没办法套到他的说话了，可不可以杀了他啫？黄昏的光线落到郭元玉块面上边，佢白色粉底之下露出咗更多更黑嘅黑斑，同时仲有一股腥臭嘅味道传咗过嚟。我瞬间就反应过嚟，呢一啲系尸臭味。眼前嘅人唔系郭元玉，而系一具女尸啊！本集经已播讲完毕。如果对我马鞍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，欢迎你收藏、点赞以及留言。第68章，象臂又象剑。这条女尸她的样貌和身材和郭元玉几乎一模一样。我曾经在爷爷的一本藏书里面看过，说苗疆有一种秘法可以驱使一种虫仔在皮肤渗透入去，细咬面上边的骨头和血肉来改变想要变成的容貌。利用这种秘术整出一具和郭元玉一模一样的女尸并不是一件难事。而我一见到来的人是郭元玉，就没有催动道力去核实她真实的身份。哼，玩得好开心啊嘛。我当堂发晒大火，一掌就推咗出去。与此同时，
那条女尸瞬间变得神情，双手张开就扑向咗我。而未等到佢伤得到我嘅时候，我蕴含纯阳道力嘅右掌已经打中咗佢嘅腹部。佢成个人噼啪一声跌咗喺几米开外，面上边嘅肌肉扭动咗几下，全身都开始抽搐。好快喺佢身体入边就冒出咗一团黑气，全身快速咁样抽干晒啲水分。唔到一分钟就变成咗一具枯骨，彻底咁样毁尸灭迹啦。几隻黑色嘅虫仔喺佢身体入边捐得出嚟，又迅速咁样捐得落地底，根本嚟唔切足。我喺震惊之余，连忙向住西边嗰处望过去，但系就咩都见唔到。因为啱先嗰条女尸喺决定喐手杀我嘅时候，曾经望过向西边，向住一啲唔知咩嘢征询过意见。少爷，少爷啊，啱先条女尸散发出嚟嘅黑气，仲有呢一只黑色虫仔，都系苗疆常见嘅蛊毒嚟噶。古甲道喺屋内听到打斗声，佢连忙行咗出嚟，咁啱就俾佢撞到咗最后嘅一幕。苗疆嘅蛊毒啊！我嘅脑海之中好快咁样转咗几转，唔通呢一啲系罗揭嘅报复？但系罗揭佢已经俾我吓破胆，系绝对唔敢再搵上门噶啦。而从女尸嘅说话内容嚟判断，系有人想搞清楚我到底系点样赢低咗叶先知嘅，想借此搞清楚我而家嘅实力。但系基于呢一个动机嘅人范围就实在太广啦。可惜啊，我见唔到女尸最终望向嘅嗰个方位存在住一啲乜嘢。我问古甲道，而家喺呢个东江市有冇咩人係擅长改变尸体容貌，又适用蛊毒，又喺苗疆过嚟㗎？古甲道就拧拧头话，唔知噃，我能够諗得到嘅就只有赶尸世家嘅罗揭，但係佢受咗重伤，一早就返到苗疆啦。如果五位师姐都喺度就好啦，他们肯定能够看得出从中的窍棋。古甲道在间屋入边找了罐火油出来，淋在个尸骨上边烧了半个几钟，确定匿埋在入边的蛊虫彻底烧死了，才找一个坑收敛起骨灰。这个假的国元玉忽然这样出现，在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祖先跟我讲过，话郭元玉是因为中了九幽秘术当中的守魂入梦法，所以在梦中吞食了雀脑相思毒。而雀脑相思毒是苗疆的毒物，现在在这里又出现了苗疆的蛊虫，都不知道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。可惜我没有郭元玉的联系方式，唔能够通知到佢，嗌佢小心提防。呢阵个天好快就黑咗落嚟啦，我同古甲道就依照原先嘅计划前往去放假。今次系我第二次嚟到呢一度，而当我哋都仲未靠近方家豪宅啫，就已经感觉到有啲唔寻常嘅诡异。在上一次来的时候，我都还是观星知名境界的观星小景，而今次我纯阳道力得到了提升，已经达到了知名的境界，距离动员大成就只有一步之遥。再加上我强开了降神咒，祖先又用道力同我开了天眼，因此在今次我就能够察觉得出之前所看不到的东西。我叫古甲道带我在附近找了一高地，在高地之上我见到方家豪宅的布置是按照后天八卦方位而修建的，整个庄园就是一张逆转的八卦图案。而
喺风水四神兽嘅方位嚟睇，朱雀位就有啲唔太对路啦。亦即系话，方家嘅家宅系存在住风水问题，各种不利嘅煞气、空气都能够喺呢个朱雀位嗰度灌入方家，影响居住喺入边嘅人。少爷啊，你可唔可以睇得出方家嗰一栋奇怪嘅建筑喺咩地方啊？古甲道佢问我，我淡然一笑，知咪喺朱雀位嘅对宫咯。讲完，我就暗暗心惊，对系八卦之一，有少女嘅意思。煞气从呢一个方位入嚟，伤害到嘅会系屋企当中嘅少女。亦就系话住喺呢一笪地方，对大师姐方晚晴系甚为不利嘅。我哋喺特高地嗰树落翻嚟，静静鸡咁样顺住个院墙转动。古甲道话：嗱，呢树咧就系一个监控照唔到嘅死角啦。少爷啊，我而家入去先，等阵你见我冇事啦，我再接应你入去啊。我揞岌头，古甲道嘅速度好快。佢翻墙入咗去之后，就扮咗声猫叫，咁我亦都跟住跳埋入去。两个人汇合之后，顺住一片草丛向入边行。古甲道佢伸手一指：嗱，少爷，就系嗰栋楼啦。本集经已播讲完毕。如果对我马鞍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，欢迎你收藏、点赞以及留言。第六十九章偶遇。古甲道佢伸手一指，一共三层楼高嘅小楼就出现咗喺我哋眼前。成个建筑嘅外层都油成咗黑色，风格望落去都系几古色古香，有唐代嘅感觉。而喺夜幕之下，又真系几似一块耸立嘅墓碑。不过喺我嘅眼中，佢唔单单似一块墓碑，仲更加似系一把剑镇咗喺呢一度。有佢嘅存在，想从朱雀位对宫冲入方家嘅嗰啲煞气同空气，就会俾佢挡住喺呢一度。我揞岌头话：确实系有啲古怪。呢栋嘢又似个墓碑，又似系一把插喺度嘅剑。古甲道就细细声话：我听讲啊，修建呢一栋楼嘅时候，一共啊死咗十三个人。嗰段日子，日日都有人嚟方家呢度吵闹，放钱串嘥咗啊，都不知几多钱先平息咗呢班死者家属咋。只是起一栋三层楼高的楼房，竟然会死十三个人，那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你确定是十三个咁多？我梗系确定啦，普通人或者都仲唔知道，但是我哋嘅风水圈当时就传到通晒天啦，亦都因为咁样搞到呢一座楼嘅工程就一度停咗落嚟。后嚟方千川从茅山嗰树请咗个高人助阵，咁先算系冇烂尾咋。仲要请到茅山高人嚟助阵啊，咁足以说明呢一栋小楼有啲不同寻常。我问佢：咁你入过去未啊？古甲道就拧拧头话：我嚟呢一度呢，查实都系为咗跟踪方千川，想捉佢黄脚鸡。咁样我同佢倾偈嗰阵，咪可以显得出我未卜先知咯。到时一出手就镇得住佢啦。喺风水圈内，确实系有啲人通过提前去收集事主嘅信息，再通过一啲话术达到欺骗他人嘅目的。古甲道跟住又话：我都知道呢个方浅村背后系有高人噶啦，佢每年都会晒大价钱去供奉唔少业内嘅风水大佬，再加上有茅山高人镇守喺呢一笪地方，我就唔敢鼠入去啦。
毕竟我最主要的目的又不是方千寸，而是方小姐啫。古甲道，当时是因为被陈龟莲逼胁，所以先召局住对方晚晴喐手。以他的个性，确实不会冒险去闯入这栋建筑。今朝你话，你觉得呢一栋建筑有咩用途啊？系用嚟挡煞，定系类似祠堂、佛堂一类咁样嘅建筑啊？少爷，呢一层我就唔知啦。就喺我仲谂紧嘅时候，从方家嘅主楼别墅嗰度行出嚟一个人，佢嘅步履非常咁谨慎，尽量避开晒四处散步嘅摄像头。快速咁嚟到呢一栋小楼嘅面前，又揾咗一块白布蒙住咗块面。但系从身形上面嚟睇，佢应该系个女人。我同古甲道两个人压低咗个身，我个心一下子就紧张咗起嚟。睇嚟今晚唔止我哋两个对方家有兴趣。那个蒙面女子又静鸡鸡咁样行咗几步就嚟到咗门口。喺开门之前，佢突然拧转个头，好警觉咁样望住半空，好似喺度寻找紧啲乜嘢。佢呢个动作突然令我諗起傍晚时分上嚟套话嘅女尸。嗰一条女尸亦都担高头望向过空中。我心諗，话唔系今晚嗰条女尸，亦同呢一栋小楼有关系。到底会系啲乜嘢守护住呢一栋小楼呢？忽然，我见到个女仔右手一扬，打出咗一张符箓，更加系低声念咗一句法诀，符纸冒出咗一股蓝光，喺空中就烧咗起身。我认得呢一张系老祖天师辟灵灭煞符。而老祖天师正是龙虎山镇魔台的创派祖师爷道门的第一代领头人。我即时反应过来，这个女子知不就是二师姐张佩锦咯？而在暗中跟踪着她的东西，应该同样是一只隐匿了气息的阴煞。以张佩锦的境界，她是能够感应到这只阴煞的存在。当我准备追上去嗰阵，张佩锦就竟已好灵活咁样一推小楼嘅房门，闪身就钻咗入去。睇嚟张佩锦喺方家陪住大师姐，亦都察觉得到呢座建筑嘅古怪。二师姐佢出生于龙虎山嘅镇魔台张家，喺拜入爷爷嘅门下之前，就竟已熟读各类嘅道门典籍。对付这些阴煞邪宗的本事并不弱，但是在今晚傍晚发生的事都还是令我心有余悸。本集经已播讲完毕，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，欢迎你收藏、点赞以及留言。